站得出来。OK, let's do this. 烟雾弹。我们换边。狙击都是要炸一下中路，或者就是狙击。三个人。手枪看 ，A 大直接抢了过来，切枪，顶到了前点。哎，这是一个 TK。这个 TK 安然的一个 TK 掉了一那个小玉尾，这个沟通应该出现失误了。对，哎，这个贝斯转跑吗？还要来不跑？哎，这个烟雾啊，双方都没有看到彼此，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就这么错过。哎，我感觉这边再去看的时候，这边还是要来，这边散了一点，散了一点。哎，还是没有看到，看到两边都没有看到吗？这个尴尬了。哦，还好还好。还是及时的补掉了，命运让他们没有相遇，但是到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。你们确定 A 大是已经没有人了，两个三个人是要往 B 里面靠一靠。哎，但是 A 大这边是有动作了，有动作了，要打一波，看看这个人是关键。哦，你这么这个枪水了，我感觉第一个应该冷静一点，对，得猫一会儿嘛，阴一会儿嘛。这要是 solo 的话，我估计是三杀。还好，你排一下 A 前。哎，双方都水了。我把一个残血打掉了。三个人还是要打 A。一哄而散 ，A 连的三个人。A 这边已经摸了进去，然后带包的人在五箱。对，安然已经是一个单局三杀了。加一个队友四杀，加一个队友，哇，这边十七位屁股来得很快啊，又是已经包围了，敢下包吗？哇，这个反应四杀，强，这个反应真的有点快，会有三个。一个人如果不想掉一个人还下包的话，真的是太难了。如果刚刚是雅德打掉这边安然的话，就好多了，就好多了，舒服多了。1-0，保卫者现在优势有点大。对，他拿两分就可以保平。保平是打死亡十字。今天是要拉一下 A 大吗？A 连现在已经就位，哎，这边是要清一下酒吧。酒吧桥是，这个是在酒吧桥还是在 B 通啊？地图上。哎，这个。那这边应该要一波上了。成功的清了下来。还要打吗？哇，这边还有一个 EY1 拉出去，一波开车，一个两个三个，急踩油门啊，真的。感觉这边真的有优势的时候有点冲动，把握不住机会啊。对，每次都是，其实主动权都在他们的手里。我这边挨手非常准，凭借的枪法，看安然这一枪很关键，能不能狙掉？我要收镜了。哎呀，要不然敬礼应该是过来。这边好快，直接过来，他们是不知道的。哎呀，稳住了，1-1。这种是下手定了，那个高点的人帮看一下拉过来的吗？不过这一分打得那么惊险，应该已经是犯了很严重的失误了。对，按理来说的话是应该是一个大优势。Fire in the hole。确实是。哎，准备来了。中狙一下。这边 A 是没有去了一个人，哇，胆子非常大呀，安然。安然顶到了车库 ，B 那边也是在一个前点 ，A 是及时回去了一个队友。哎，输了。一墙之隔。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赶紧走。是个狙啊。来者不善。哎，嘉伟这边是打掉了车库的安然。太想去抽掉一个人了，那个人胆子也非常大。这边保卫者还是选择，好像在看上半场的保卫者，三个人守卫。对，两边都相近，潜伏者犯的失误也差不多。
哎，这边来摸币了。来了币，这边酒吧是放空的。看看离币最近的保卫者在干什么？是这一个，币区就完全给你了，我就不要了。只有我，对吧？是我本人，十七尾。我就不要，我就打回防。哇，哎，连的人是有一个收获，还好还好。应该是 A 区选择顶出来了。加尾的命悬一线。被打掉。三打四，三个人的回防。哎，可是这边还走了，走了。哎，马上碰面，哎，还切枪，这个真的是有点不太果断啊。刚才急踩油门的时候，好像不是他们啊。还好二打二嘛，哎，那个十七尾的血量还很残。好，现在选择又回到了 B 啊。这个时候 B 连已经到了。很快啊，真的！哎呀，这个，哇，那这一分输掉了，我感觉一比二，失误太多了。OK， 有点明显的一些失误。A 连把 A 区击杀了，然后爆点了，应该说 A 区顶出来了，那 B 区为什么不打呢 ？A 区顶出来了，觉得 A 区是一个就是自己一个人，有人 B 那边是控房这种想法。毕竟是你当时你在打嘛，什么都不知道 ，B 那边也一点动静都没有。那嘉伟不是杀了一个，然后还死了，证明肯定不止一个啊。嗯。然后也会爆点啊。顶成两个吗？也、啊、没办法。也不知道。没办法，这边酒吧是有一个。Fire in the hole。四打四。Smoking bomb。酒吧还是要重新摸回来。这种比赛每个人的胆子都真的太大了。这位置会搜吗？应该会吧。哎，击杀掉一个。没有搜。搜。没有啊，还好后面来的人是搜了。会搜会搜。他差的。冷雷来了。安然安然。会站出来吗？哎，这一枪。这一枪空了。第三枪，第三枪我还会有没有？第一枪空了太致命了。然而，他那个烟雾也是，而且都是火蹦乱跳的往上跑。还好二比二啊。烟雾弹。其实很有机会是一个大分的一个优势。这现在是组合去抢一下酒吧，酒吧前点是有一个人。十七位。为什么跑了这么远？应该被抓，双杀！哎，这个，酒吧三个人全军覆没啊！真的是全军覆没。现在是两个断后，打掉了一个直接压过来的人。他白大压下来，没办法，还有自己。那没办法，这边保卫者已经拿到赛点了。他是从门里拉出来的，还是从窗户出来？第一时间顶到那么远，我们第一时间给一下他视角吧。看他现在这回打算怎么办？两个人，还是三个人去，三个人的币。自己来了，自己来了。啊，酒吧那边是帮他扔了个雷就走了。哇，完了，真的。就在，他应该是从窗户跳出去，把那把那。听到脚步，然后从窗口钻出去了。贼。好了，这边。币这边不太敢。但是 A 那边苏洛是击掉了一个小玉，小道的一个探点的一个人。但 B 这边是一个人在控点，这边摸上来了，应该能混过去，混过去了，混过去了。B 这边是 哦，被看到了，他应该是从那个缝里看到有没有过人，对吧？一万一还是经验老道。每个队都有一些就是比较有经验的选手啊。四打四是一个人在小道那边，三个人是抱团，已经把酒吧占领。看狙，要来了，姿势非常的严谨啊！哇，这个哇，命运。摆在我的面前来了。 哇，这个是苏洛把他顺掉，苏洛总是能把握住这种命运啊。
一万一拉出去，一个背身。这个也没有补枪，那个人带着包直接就走掉了。因为这边苏洛应该爆点了，爆点 A 区空了。A 区空了之后想往回走，但是那边已经摸了上去了。哎呦，这边被阴了，这不应该啊，还好是补掉。感觉他们的走位都好好危险。现场声音有点大，爆点没有听到。OK。线下这种东西，烟雾弹太大声，但是也不能太小声。就坐在对面嘛，对吧？你烟雾弹说话的时候还要捂着耳机。手雷来了，麦。Smoking grenade。这边是一个没有什么动作，前时间还比较久。B 这边是集合了。他还是在这个点位，还在没看到了老地方啊，还好直接被狙了，被狙的，那也没办法。对，前点打掉人就也不着急。B 还是放了一个人在防守 ，A 一直是重防。苏洛又是狙掉了一个人，一个安然啊。关键时刻站出来了，站了出来，但是保卫者这边其实是已经保平了，他们压力还是很大。苏洛现在已经来到了八个人头，他们还是哎，这边 A 连遭遇了，小心闪光。小刀这个非常关键。这边 A 连的人已经跑掉了，小刀现在 A 只有小刀这一个人，看还是敢拉。哇，还好，我以为会是那种大风声。对，还好。哇，这边也打了一个。这边只有一万一的一个人，一万一了，应该还是没什么机会了。打头了，已经发现了，已经锁定位置了，真的是准，见面就破你的头。一波道具，架好了枪在等你来啊！一个，两个，哦，还好，这边补枪是补到位了。其实第二个人在打的时候，对面人已经应该已经拉出来了，连追三分。会有奇迹发生吗？烟雾弹，再三分打架看到 A 连过人了。烟雾弹，就要用，搞得比较紧，才好嘛，最好打个加时什么的，对吧？狙是一个人架 A 大这边也是顶了出来之后，发现没有人之后是快速的转到 A 连。手雷来了。中路那个人小心闪光，哇，嘉伟是打掉了 A 连，感觉前卫的找到自己的状态了，对，逐渐是起了势头，那边喊的应该也比较凶，看看 B 的这边 UAE 可以看到保卫者的防守，现在应该是个偏 B 区靠 B 区的一个防守，A 区是单点自己躲着，我们看看潜伏者的五名，要打 A 了这一波。那包是跑到了 A 大，中路 A 连现在已经是过去人了、哎，这边已经开始交火了，已经看到了，显红了，那个雷达赶紧回撤，对，那还会打吗？五打四啊，还好，这边是集合了，但是 A 现在是回防了，现在已经有三个人在防守了。这一波看看他们闪能不能打到位吧，只要闪光到位了，什么样的防守都能打进来，对吧？对，二层闪，哇，直接提前枪，二楼也打掉，成功了，那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，三个人的防守被击破了，一个三打一，一个高爆会直接带走一个吗？势头已经起来了，气势还在，一个，哇，补枪非常到位，那这是连追四分。难道要连追六分进加时吗？我感觉这属于相当于一个奇迹了，都3-1连追六分。还是一个人顶到了 B 前点 ，A 是这回比较常规一点了。对，但是狙是
一个人是到了 A 连。我感觉现在咱们 TJ 的队伍也胆子真的太大了。而且韧性非常，哇，追得非常的抗压吧，对，哎，那边三人踢掉一个。关键是两个，那这一把是不是要带领天道酬勤走向胜利了？一个双修的选手啊，他应该 AK 也。哇，这个 AK。这个，说到 AK 就是你看，给你演示一下什么叫 AK， 对吧？这边 A 连又是混过来了一个，但是那边中路三个人可能还是要。卡一下点，哎，有点浪了，有点浪了。对，这人，但是如果想卡点，对，我就来了，给你们一个机会。三个人是抱团到了酒吧，如果一旦发现他们打 B， 这又是一个包围的一个站位啊。1v1的点位很关键啊，能不能做到一个一换一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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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来了。剩一个2打2的残局，全部来了，全部来了。哎，但是这边走 B 走了，那我们现在命运得看看十七位了，他们是要路过这里的。哇，从中路走吗？我看到，我这还秒了两个，好准。这个反应还是中路。完了完了，那这样包括地图应该走远了。没有，我们翻盘啊，上面场5-4。对。